要命啊！哎呦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你等会儿，我叫人给你修啊。哎呦，这洞挺大呀，看来没法自己恢复了。喂，那什么，你给我切块皮肤，我这有耳膜要补呀。哎，行啊，没问题。哎，兄弟们，动手呗。哎，这还是个假发，正好省得我帮你剃了。喂、哎，你们想干什么呀？划什么玩意儿？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叫你那皮补个洞啊。大夫，修个耳膜怎么还光把发型都没了？这穿的孔太大了，用你耳朵上面皮肤进行修补啊！你这发型不也挺帅的吗？